最近才拼命我告诉你啊，他那看到他们菜了，我现在人嘛是在那个东西，我查到机场了，那边查查，这个是哪个人？老小啊，是不是？那哦，在楼三上。你说老三聪明不？人家说老三聪明，他说为啥？你怎么知道我是老三？
你这个谁防卫最多？谁防？Thank you.
这么年追着你办的卡没得嘛？几百万的。
关山关水关天地，品书品戏品人生。现在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我们也虽然活动非常热情，很高兴的和大家相聚在龙华茶楼。今天舞台上打造的是一个时尚的红月。来剪个像吧，两个人可以剪在一起的。Wow.
心，喝一杯姜黄的尝一下。花有钱，花有钱的。尝一下。那个吧，你可以尝一下两个柠檬的。你看这边别的口味了，其实那边我刚泡的玫瑰的吧，第一杯给的时候是这款。三星喝一杯姜黄的尝一下。你看这边别的口味了，其实那杯我刚泡的玫瑰的吧，第一杯给的时候是这款。它这里面的话是一款法国的天然玫瑰，加上其他那种口味，你尝一下它。各位旅客，各位朋友，欢迎光临郭汤圆小吃城。我们郭汤圆小吃城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成都最有名的小吃：三大炮、担担面、肥肠粉、冰汤圆、熊猫汤圆、安心冬粉、水晶莲花、砂锅米线、锅鸡炖肺、云汤手、花甲饺、炖
那你要吃什么？演出里面，请里面坐哦。Hello。